对不起啊，没有能去看你的演出。为什么？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。我知道，安森都已经跟我说了。嗯。公司的事情都处理得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我都已经请好假，安排好你来的所有行程了。你去告诉我你不能来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心里骂了你千百遍，想象了各种你不能来的理由，我就生怕你告诉我是因为别的什么人你才临时变卦。对不起，今天被你放了回鸽子，我才体会到过去的我有多么残忍，多自私，总是让你等我。小蜥蜴，对不起，以后我再也不放你鸽子了，也拜托你不要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等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总之，这次是我不对。也谢谢你能理解我。那和好了，等过几天公演就结束了，你也快过生日了，我到时候请假回去帮你庆生，好不好？好。安娜。嗯。有些事情，等你回来，我要跟你说一下。嗯，那我先去彩排了。晚安。想想远在欧洲的安娜，一个人多么的孤苦伶仃啊！你就不怕让安娜多想吗？人家不是一直在等着你呢吗？我想变得坚强，我想活得开朗，用诚实的心对待。以前都是我在等安娜，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变成她在等我，而我却没办法去。到底是怎么了？